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天津饮食。今天我们天津饮食主要的话题谈谈豆腐。我想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豆腐，您会发现呢，我手中拿的这是红豆腐，也叫做血豆腐。那么在我们营养学专家啊张老师的两边哼哈二吃，大家看，这个另外一个吃的是，我是小嘴，我爱吃白豆腐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都喜欢吃豆腐。吃豆腐，对吧？那么想问一下张老师，您喜欢吃豆腐吗？哎，也爱吃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有什么营养？哎，这个红豆腐和白豆腐呢，它们两个都是一个高蛋白的食品。这个两个食品当然不一样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红豆腐是动物性的蛋白，这个呢是植物性的蛋白。这个两个蛋白还不一样，这个里边含铁相对的比较多。那就说这个贫血病人，特别是这个缺铁性贫血的病人吃这个比较好。这个白豆腐呢，含这个钾比较多。它里边呢，就是说，像高血压的呀，这些人吃的比较好。所以这两个一块互相补充，互相搭配，非常合理。好，哎呀，那今天呢，既然我爱吃白豆腐，那董浩就必须用白豆腐给我做一菜。今天我既然喜欢吃红豆腐，董浩也必须给我红豆腐做一菜。那么我想红白豆腐到底做不到单位来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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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经典。哎，真是给我们出了一道题，但是并不是什么难题。因为我身边站着巧厨娘陈小兰。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叫做麻婆鸳鸯豆腐。红白豆腐都有了。对了，刚才他们说的很好，这个血豆腐呢，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绰号叫做这个肠道清道夫，排毒。但是有心血管病人要慎食，对，因为它这个胆固醇含量很高。先介绍。好的，有鸭血豆腐、白豆腐、口蘑、肉馅、葱姜蒜、花椒、豆豉、剁椒、水淀粉、酱油、蚝油、盐、糖和味精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豆腐呢已经处理过了，跟您讲一下，用冷水加一些盐，也就是冷盐水来泡，至少要泡上5分钟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呢可以去掉它那种杂质和豆腥味儿。我们今天已经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切一下这个口蘑。好，改一下刀。这个说起这个麻婆豆腐啊，这有个故事，在清朝的时候，这个成都北门的万通桥啊，有一个豆腐店。这个老板娘的绰号或者外号叫做麻婆。当然我不确定啊，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存在啊，我没有亲眼看到。可能是个传说。可能这位太太呢，脸上有水痘啊，或者天花之类的。对。为什么叫麻婆？对。但是她，别管她长得怎么样，但是她手艺非常高。做的这豆腐那叫鲜，那叫嫩，那叫酥，那叫美啊！差不多切差不多。对，口蘑可以了。哎，下一道工序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火了。可以开火。可以倒油了。倒油了。油烧到6-7成熟度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可以放肉馅了。好，快速的煸炒。对，把它打散。打散。好了，肉馅儿呢已经煸香了，我们这时候加入一些花椒粒儿。花椒粒儿啊。然后，豆豉。豆豉。我们这个豆瓣儿，专门买的是郫县豆瓣儿啊。好了。我们就在这个小南，现在已经不是小南了，是麻婆啊。我是麻婆他的掌勺助手。好，这时候多加一些剁椒酱。剁椒。你看没有？这就是小南的发挥和创造了。我们加剁椒，对，葱姜蒜末都倒进去，好，加入酱油，你看没有，这川菜也讲究颜色要重，对，蚝油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口蘑放进去，我放一些开水，开水，放水的活我能倒啊，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处理好的鸭血豆腐，先放血豆腐，还有白豆腐。对，我们今天用的是北豆腐，因为它比较硬，比较不容易散。对。这个时候就不要使劲和了。翻炒，对，要推。是不是要收一点火呢？先不用。不用。对，我们就大火就可以。啊。然后我们就这样炖上5分钟。5分钟。他们做的豆腐跟这是马老婆做的豆腐一样吗？
我去过四川的所谓最正宗的麻婆豆腐店。它是个非常小的店，看起来呢油比较大一点。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做的呢是不是油很大，因为它有两个是关键，可能咱们这没有。第一呢是它的那个碘盐，就是用当地的盐。第二一个呢，它是用当地的一个豆豉。豉是那种豉发腥的味道。然后呢，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最后的时候它搁的是一种红油，辣椒弄了一种红油浇上去，豆腐粉无色，关键是它用什么样的味儿去盖它。从这个来讲，说因人而异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感觉。您在福建，您就按照您的口味；在北京，咱再按照北京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而且我们今天啊，这个豆腐本身用的就是北豆腐，对，而且再加上这个破了刀的这个蘑菇，这鲜菇，所以吃起来呢，我们有我们独到的，它比较酥脆、香辣，好，现在差不多了、我们调味儿，放入盐，再加盐。你看，为川菜也是偏咸，我跟你说，味儿重，加糖。糖。北京。好。这个时候呢，再收收汤，是吧？对。我们要加上点水淀粉。这已经很漂亮了。对。好，水淀粉这么一浇。一收汤，得喝，哎，行了，哇，这个菜啊，就是突出一个香辣、烫、酥、嫩、脆啊，这活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放一些青葱末。青葱末点缀一下，而且味道更好。好，麻婆鸳鸯豆腐一大盘，来，嘿，你看我这色泽，咱们这个香味啊，拿勺吧还是？真是，以前吧，他们吃麻婆豆腐都吃就豆腐就完了，今天还有什么蘑菇在蘑菇，非要找出个蘑菇来。还有血豆腐，那么这个呢，应该说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菜式，有这个动物性蛋白，有植物性蛋白，还有一个真菌性的蛋白，这里边蘑菇就真菌性的蛋白，这三个蛋白加在一块儿的高蛋白的菜式，好，咱们小嘴来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好劲道，比您那个见那个麻婆，我觉得更有改良，它融进了蘑菇在里头，而且它是两种豆腐。而且又不失为四川的那种辣的，对，结合的非常好。尤其我们天津饮食的观众朋友，一定要记住麻叔和麻婶是这种今天天津带来您的精彩节目，麻叔麻婶带来您的鸳鸯豆腐。而且这个火候要掌握好啊！明天再见，再见。